我们去坐妈妈那个车子，不是这一个，这个不是这个车子，我们坐另外一辆，我们坐小车子走。那拿水呢？背起来啊，背在头上。哦，对了，嗯，好，对了，嘿嘿嘿，走吧，嗯，出发喽，出发了，嗯，出发喽。去哪里？去赶集，找小朋友玩去喽。去赶集。找小朋友玩。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心啊。好的。谢谢奶奶。谢谢奶奶。叫妈妈呢？这个也不是豆腐，这我看有点像那云南那边的，真好看。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好看就买了。出发了。出发了。爸爸坐这里吧。出发了。哎呀，好久没带宝宝去赶集了，最近一直待在家里面。都快闷出病人了，今天大家去赶集，找一下小朋友玩。看到小朋友了，我们终于找到小朋友了。反正一块六一斤。10元两个，10元两个。对，太帅了啊，好帅哟！你看个帽子吧，买个帽子。那小家，你看，好热，好热。好漂亮哦，这大了一点。好是好看，这个呢又不一样。这个蛮好看的，好漂亮哦。是好看。大了，那么大一下就掉了。等一下，贵了。放得香吗？这你喝多少？最多六块。嗯、真的、啊，8块，八块。他看你们是男人，故意讲价。8块，八块。肯定立马还。没地方，漂亮好看，现在不怕晒了啊！现在不怕晒了。你把它放下来看会不会掉？嗯、那个袋子。好。嗯，真漂亮。挡住他。在那了，戴后头去。哦，这是后面的，有戴反的。这样子的，戴反。我的，哎，你别过，他就一点点不听我了。嗯，现在不怕晒了啊。然后我们啥呀？还是蛮好看的，这帽子。这后面更好看。后面，这样。对。后面比较漂亮。特别搭他这个衣服。你应该买一个。啊，我不要。帅。糖水，里面有醋吧？要你们没够醋，你们用另外夹啊。好。我可以凑你们左右夹。等我买点，买个西瓜，买个。这里。爸爸给你咬，爸爸给你装。慢慢拿，慢慢拿。终于把这本书放下了，他好着急。嗯，果冻。嗯。
他喜欢吃好像。对，我说是果冻，他喜欢吃果冻。太热了，凉快。对，那吃的这个很舒服、啊。知道吗？他喜欢喝这红糖水。冰冰凉凉。对，冰冰凉凉，过瘾。他就喝那个水。那、啊、爸爸给你装过果冻，果冻啊，果冻啊，那给爸爸。真好吃。你要吃那果冻。炎热的夏天来一碗凉粉真的是特别爽。你俩好和谐，都蹲在那里。吃完了。吃完我不要。还可以，那个贵不贵？35这个最低多少？最低30块。这个我没赚你钱了，这个。行吧行吧，拿进来就可以了。差不多吗？差不多。因为你这个要的是最小嘛，如果你要这么大，没有30，我觉得。他能不能穿？他可以啊，所以我才愿意给你这个东西。可以，肯定可以。应该差不多。这个是好的。司机，放心的。拿我的伞，拿我的伞。拿我的伞。拿我的。这个是空空吧，确定没哪里掉线头吧？谢谢。什么？油茶糯米饭。油茶酸辣粉粉粉。我要吃糯米饭。这个、你要吃油茶吗？糯米饭。油茶。油茶酸辣粉。我要吃糯米饭。粉黄糯米啊。糯米那个有什么？油茶，加油茶，盐分，你可以光吃这个，也可以光吃这个。糯米饭，油茶，酸辣粉，盐分。好，谢谢啊。糯米饭，油茶，就买姜就可以了。还有那个豆子，大把我撑不住。这边。啊，我们回家喽。咦，你又知道吃川菜哦，啊，上车吧。阿姨给你买的玉米饭呢、啊？是不是玉米饭呢、啊？哇，好热。说实话，我不想活了，好热。